第八十届威尼斯影展于8月30日到9月9日举行，梁朝伟获颁本届终身成就金狮奖，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华人演员。他今一日抵达威尼斯，爱妻刘嘉玲在社群平台放闪分享一段梁朝伟乘着风搭船的静音影片，然后问大家他到底在说什么。梁朝伟与刘嘉玲相恋15年，两人于2008年结婚，相爱35年，至今仍十分恩爱。不过先前网上却传出梁朝伟秘密交往25岁的中国女歌手陈潇，更爆出有私生子，对此男女主角皆否认。梁朝伟更罕见发声明谴责，澄清自己与刘嘉玲婚姻关系安好，如今两人一起去威尼斯影展，也用行动证明两人还是很甜蜜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。我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。我是台湾熊秀巴上单碧红。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。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就和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。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。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宪歌就在这里。